这个图就是明显的叫封锁台湾。你看啊，上面两块，基隆港对外还有没有航运呢？怎么出不去了？出不去了。那个中正最上方呢，你影响的是台北港啊，台北港这边这边，台北港、基隆港，然后台中港呢，对不对？对，台中港这边出不去了。下面基隆呢，高雄呢？高雄这边左营呢？对不对？屏东，再往这边，屏东、台东，一直到这个花莲。哎，如果这个演习时间长一点，搞个一两个礼拜。那我们很多战略物资就断了。天然气怎么来？我们不是那个天然气是两个礼拜吗？两个礼拜，对，没了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，我们躺着中枪了，对不对？